马上来看看今天第一对比拼的是谁，请看。好，孙耀琪对这个孙坚虎虎。孙耀琪胆子很大哎，他对的是两个怪咖、他不知道他要对两个人。今天他扮演这个人，我觉得我会比较挑剔，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很喜欢这个偶像。是你就是小时候的一个梦想，对不对？是的。OK， 而且呢，这个人也是一个逆生长的神话呀。我们来看看孙耀琪要挑战是谁，来，请看。大家好，我是孙耀琪。事实上，他是我的主子。知道了，都说了800遍了。Surprise！ 我这次模仿的人呢，20年前是这个样子，20年后呢，还是这个样子。模仿一个男生说话呢，就会干脆利落一点。喂，曾经想把声音从鼻腔里往后退一点，推到口腔里面。曾经想，他希望我是往下面走，这样子呢就会像男生一样比较实。曾经相爱，好辛苦。哦，算了吧，忘了吧，丢开吧，为什么爱应该像青菜？虽然苦苦的、涩涩的、甜甜酸酸的滋味却不算坏。勇气像海绵，吸干我的泪，我不怕孤单，因为曾经相爱。林静因为很可爱嘛，她笑起来又是一张笑颜，但是我笑起来不是笑颜哎，要眯一点吧，然后笑一点，不是笑一点，她是笑得很过。好，现在好点。林静有没有弯弯？有没有眼神光？有没有笑脸？然后你就推着车过来，然后朝我们甩芹菜，彻底疯了。好，我们听听看我们观众嘉宾对琪琪刚才的表演的评价。首先是许杰辉老师，耀琪，我们练舞的人讲的都是真话，你刚刚那一段模仿完全不像，但是我特别喜欢你推着车子把芹菜拿过去这样一撒，很像在动物园里面在喂河马。我们问一下维嘉好了，我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心情，因为他从心里就没觉得自己像林志颖啊，这就像我，对，就像我扮上以后，我也觉得就是我从心里都不觉得像李小龙。维嘉老师，你少了一个份儿，你穿这套衣服3不50，你就要。对，因为我就没有相信自己是，所以那个就是像李小龙疯了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李小龙明明也有那种很体面的一套装束。你看这边李小龙，这很帅的啊。那还有一个李小龙，那不是叶问的衣服吗？不是。本身呢是给你准备这套衣服，然后娜姐不喜欢有人跟她撞衫，强迫挑拨离间，好。
一下绝缘师傅的感觉。就是那个孙耀琪，她整个状态特别好，然后又很好看，但是跟那个林志颖没什么关系，就是整个表演就好像一个刚考完灯的一个疯女人在逛超市。她考灯是有讲究的，考出来的肤色是跟皮夹克一个颜色。对对对。好，我们问一下蔡国庆老师的评价。我觉得我要给耀琪要一些鼓励了。因为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学林志颖，首先我会觉得她的眼睛挺有感觉的，然后呢其实我挺入戏的，我立刻就想啊、哦、这么黑的林志颖一定是去非洲开赛车回来。听蔡老师这么一说，他大概模仿的就是林志颖在非洲的一些日子日常生活，开赛车喂河马。好，我们谢谢孙耀琪，辛苦了，来请坐。